那个记忆体是把它拨那个搬开就可以拿上来，有个斜角几十30-40度就可以拿上来，装的时候也是有个斜角，这个螺丝都已经好酸，螺丝都已经拿掉了，那也拿出来呀，这样不拿这个，拿这个，往后推，往后拉就可以拿上来，就可以装那个快捷线 SATA 的接头，快捷线啊，接到那个 USB， 用从 USB 接到另外的电脑来储存里面的档案，或者是解读啦，啊。解读吧，这样推进去，推进去就会锁。